大家好，我是鹿晗。应该有很多场吧。首先第一场应该就是英格兰对伊朗那场，6-2，进球进的太多了。完其次还是英格兰的，就是对威尔士，完了尤其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俱乐部的球员拉什福德，完了独中两元进了两个球，对，所以印象很深刻。包括阿根廷啊、巴西，其实每一场对我来说都很精彩。优先肯定是 C 罗和梅西，对，那其次呢，如果还能再跟曼联的球员们一块踢球就更好了，凑一个大场。我觉得会推荐他们 Gucci Savoy 系列的旅行袋吧，对，因为首先就是很百搭，而且空间很大，能装很多东西，比较适合他们比如说出国打比赛啊。最厉害的一次颠球，我没试过，对，就一次性不断的没有试过，我估计也就十几个、20个吧，以后有机会可以试一次。对，加上朋友们，叫点烤串、饮料、大麦汁之类的。放松嘛，之前是踢足球或者是运动一下，但最近是比较就是迷恋上了骑自行车，就是户外骑自行车。对，就是既可以锻炼，又可以就是欣赏一下风景。我记得有一次 Gucci 的拍摄吧，就是在国内拍的，但是导演跟摄影师都是在国外，完了而且还有时差，而且那次的主题是时空穿越，对，就给我感觉很奇妙，感觉像是在做一个时间穿越的旅行。觉得肯定是那种不设目标、不设目的地，完了以后说走就走，所以它可能每一个站点都是充满了未知和惊喜。手机、钱包，最近可能必带的就是有一个就是通鼻子的鼻喷器，对，因为鼻炎，所以就是老是堵住，所以就需要那个，特别需要，对。因为每一次 Gucci 给我的都是那种充满未知，完了又很奇幻的那种旅程，所以我相信他下一次的那个目的地应该是属于那种想象世界吧，对，应该很精彩。